现在我不是电压有的，现在我把电源关死，看。电源关死，电源关死。关死之后看吧，电压没有了，电流16.6，16.6。对，电压相当于掐到零了。逐渐把它的每一块的端电压，你给它降下来。对对对，降为零伏。这是他们关断机产品，加上这个直流负载，模拟了这么一个电路，然后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关断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个电源一打开啊，对对，电源一打开，它照样还是电池板这个电压，它给起来。对对对，像他们这种技术，它直接把那个电池板的端电压降到零，这种关断，他们这种关断是非常彻底的。